哎呀，而家又到咗打邊爐時間啦喎！咁啊，2018年11月13日嘅星期二晚上10:04啦，呢個時間，以往咧，我上班嘅時候咧，都會係10:00落班嘅。咁啊，呢個時候咧，就喺高速公路嗰度咧，就翻屋企噶啦。咁要到3:00先去橫街，之後咧喺橫街嗰度咧再揸車翻屋企，係11:00啊。咁而家咧就好啦，咁啊，試下先，啊，整啲菜先而家。个筷子喺度咯，攞啲筷啦。好好嘅。唔好拎咁多筷子，要花啲时间。你几快就即刻就已经系有嘢食噶啦。整嘢放喺度。龙江马线 ，OK， 好，落少少油系应该嘅，少少油。打邊爐咧，有菜有蝦，啲肉咧就唔使食咁多啦，因為晚上咧臨到呢個時間咧，盡量少食啲肉，而家又好難消化咁樣噶嘛，一陣間瞓覺啊。冚翻成兩蚊咗，冚翻佢，冚防翻佢。好啊。需唔需要粉絲啊？唔需要。哦，呢啲番薯葉啊，
不當然，如果你整個粉絲咧，嗱當然係好頂肚嘅，係食咗之後就唔使食咁多菜咁嘅事情嘅，即係如果你食咗嗰啲面啊，你淨係食啲粉絲係嘛？而家未住，即係食粉絲就唔使食咁多菜啦。我做得出邊咧就有啲涼涼地，但喺室內啲暖烘烘，因為咧就係打邊爐嘅原因，所以話咧唔係話好熱嘅。買啲餅幾好食嘅，似好食嘅出面買嗰啲啊，即琴日整嗰啲啊，嗰啲啊。哦。今日我寫兩三份。
要吃快啲蝦先啦，要真係啊，係放唔耐，先一啲菜冇放先，而家食蝦先。如果沒有粉呢，看到好像就不知道怎樣，反正我覺得好像被人習慣了，少了鹽好像不得自然一樣，到底好不好吃我們不知道，做餐就是那些蝦，即係我哋都仲好，個新鮮嘅係嘛？唔係點都冇整過咁咩咩，我哋嗰度啲蝦都未咩，都係冰凍啊。本身就有啲黃黃噶嘛，嗰只蝦頭嗰度，佢就算佢沖曬，佢煮出嚟都有嘅嗰只嘢，係蝦頭本身蝦入邊嘅，你點撈都撈唔正。我平時切啲蝦又係得薄咗層都咁滑落去喺度。今日冇出到去係咪？冇。有冇
變形啊，腦衰啊，忘記。未俾，我唔係忘記。今日係13號。嗯。啊，15號點咧？你？今早我唔帶飯去，我就帶嗰啲琴晚包包嘅嘢食。嗯。係熱辣辣嗰陣先好食啊！你凍咗都冇咁好食啊！好食。凍咗隻牙。就可能往往啊，就係啲人就係中意嗰啲熱辣辣嗰啲，又唔係話暖喎，係辣嗰啲啦。反正琴晚之前食幾好食啊，食5個都未厭，有凍冰冰食過都冇食啊。不同的哈，嗯，白都好吃，鵝都好吃，今天我吃都好吃。熱辣辣啊，都都是花生炒啊，嗯。放了兩天了，昨晚了，昨晚給了，算了算了，快點整了算了。始終我們的蝦呢，就是雪菜未煮過未炒過是不同的。我今天沒有給，今天沒有給到三頭欄，反而拿一隻給香港婆吃，還有給個班長吃，拿兩個給他們，我自己吃回三個，拿五個去，加點做餃子算，做多少吃多少，就不要說做得多，做多少放下去，當場做當場放，不放冰箱，做10個做十個就放10個啦，唔做唔放冰箱，咁呢個冇食咯。哦，你即係可能新手食啲嚇。係。嗯。種了些頭蒿，嗯，地少叫間野種的，哦，那2700都種，沒那麼多地方種嘛，嗯，種些很喜歡吃的東西才種，嗯，種頭蒿，種那些芥蘭，又容易長那些啦，不是，很少，外面買不到，啊，頭蒿有時候買不到，呢種芥蘭唔係美國嗰種粗芥蘭，嗰啲幼幼嘅，好香啊！嗰種芥蘭。
蝦嗰啲味唔啱。係啊。係嘛？嗯。嗰啲芥蘭唔啱。換水係嘛？係，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啱。食蟹冇錯，食啲菜咁舒服啊。係啲菜唔好，因為係冇咩菜味嘅時候，變咗蝦味。嗯。我換啲水俾你。我換啲水俾你。俾我嚟。我先關停佢先。嗯。係啊，即係始終唔同噶。應該等佢凍一凍先凍啊！我驚佢突然間啲温度咩會咩？係啊，我覺得係唔同嘅今日。佢辣唔似辣咩？唔似咩啊？辣唔辣？唔知我聽唔到你講咩。都唔知咩味咯。哦、有冇糖風味？有冇蝦味？啲蝦腍嗲嗲，哎呀！不好味